日前，反光镜乐队清爽运动装扮亮相北京，助阵篮球嘉年华活动。喜欢运动的三位老男孩现场教歌迷泡妞秘籍。多运动吧，多运动，多参加户外的活动，别在家里天天玩电子。没错，我们就一直在跟我们的歌迷，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现在都是90后的小孩，我们就说你们不能老沉迷于网络，那天天就在那打游戏，打游戏，打游戏，你打游戏打的完都戴眼镜，完后身体都不好了。你出来玩滑板，出来打篮球，你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。没准还能找着女朋友。这个成军17年的铁三角组合，由青涩的叛逆到如今音乐中带有的成熟和独有的思考，摇滚乐一路陪他们成长。自从今年5月反光镜乐队再一次踏上了巡演之路，他们还希望今后可以站在万人场馆开唱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